嘿呦，好朋友，这里是台湾最潮最专业的宗教自媒体励志安泰，我是布拉坤的好朋友，台湾最潮修复师阿力。那今天呢，带大家来到台南府城一个又神秘又神圣又有历史性又很重要的一间庙宇。那至于是哪一间呢？等一下带大家进去看，大家怎样？那在影片开始之前，不忘了提醒大家对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那开启小铃铛，那 FB 跟 IG 也记得帮我们多多的订阅起来。那我们的 LINE 群组欢迎大家加入，那有缺香、缺神像保养组的也欢迎多多来看一下我们的官方卖场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介绍的庙宇是哪一间喽 ，Let's go。好，那今天呢带大家来的地方呢，大家应该很多人有来伫淡水行过的人拢知影，那今仔来煞就是东岳殿，吼，东岳殿。东岳殿为什么在台南的信仰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方？首先，东岳殿它的庙宇历史真的很久，它是建立于明万历27年，哦。1673年所建立的一间庙宇。那为什么东岳殿在信仰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首先大家都知道要卡冠都会去领旨啊，然后庙祭这件事情就是会去天堂或玉皇宫嘛，天公庙。那还有另外一个程序，就是有些人会去领所谓的地令、地令。那地令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来跟我们东岳殿领。那我现在来当阿神，因为东岳大帝他所管辖的吼，就是咱咧讲的地户家的代志。那东岳殿呢，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我现在一一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喽。好，那我们进来到东岳殿里面呢，首先就会看到两边吼有功德师、素宝师、牛将军、马将军跟小将军、环将军，吼。这是咱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配置啊，哦，东岳殿呢，在台南的信仰里面，相信大家很常听到所谓的台南三地不出门。那台南三地不出门，其中一地就是我们东岳殿的东岳大帝，哦，又称仁圣大帝。大家一定会知道，哎，一定会想说，为什么三地不出门？那东岳殿如果要出门的时候，会以谁为代表？他们这边有一尊天衣真人。东岳殿为什么说这里是属于台南，是一个神圣又神秘的地方？神圣性就是跟阿力刚才讲的，要领天子地令，一定会来东岳殿，好，来这边念完书文，保完碑，然后就会去盖一个许可证的印章，好，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程序。那以前哦，老一辈来讲说，无论去天坛、天公庙、哦玉皇宫、东岳殿这些庙宇，要念天机地灵，一定要每一个殿都要保佑哦。哦，啊，东岳殿呢也是一样，啊，这里除了正殿东岳大帝，后面还有丰都大帝，哦，然后还有地藏王菩萨，这些都要一一的去保佑，才能就是获得所谓的营业许可证之一啊，哦。小时候我进来的时候真的会怕，我记得现在还比较亮一点，以前小时候的东岳殿其实经过都会觉得怕怕的啦，尤其是晚上来这看起来就是比较暗一点点，阴阴暗暗的。那老一辈有在讲啊，说东岳殿其实到晚上哦，就是不是凡人哦在参拜的庙宇，但我那是老一辈的说法，因为他们说东岳殿他有在办一些仪式，所以哎呀，是咧吼遐个咱看袂到的，好来伸冤处理事情的地方。相信大家在台南都有看过所谓的大嘎，对不对？那大嘎的它的演变的前身的雏形，就是我那个，就是人家讲的是无头教、无头教。那无头教这种东西是拿来干嘛？以前哈，听老一辈的讲，跟一些历史记录在写，无头教以前就是
叼着神主牌，啊，有些人是冤死的或什么的，有含冤而亡的，家里的人就会用着无头轿叼着神主牌来到东岳殿申冤，求当阿呆呆，让他可以说真的，就讲实在一点，就是报仇啊，好，所以东岳殿其实无论在人间，好，或者是阴间，都是很重要的一间庙宇。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神像喽。好，那首先，让你先来看，看一下阿力最喜欢的这一对牛头马面。这一对牛头马面对我来说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尊是牛将军。好，所以你看也不要顶光起来骨头，它是战争的神像。好，啊，它是塑的。它不是雕的，身上呢，像我家的啥，这个线它是漆线的工艺哦，所以它是漆线工艺哦，然后蛮大尊的。说真的，如果要以正常人的比例来讲，哦，它有点没有像符合人体工学的比例啦，有一块去就是有点极度的长，你要人家弄来也去把绑来，可能到膝盖啊。但是因为神像哦，就是会比较呈现它威武的一面，所以做的比较夸张一点。包含到我们对面的马将军也一样啊，他也是同样的功法、同样的技法，然后同样的体态跟姿势，只是他的手上拿的武器跟他的帽子不一样了，一个就是牛头，一个就是马头。小人将军呢，伊就是将牙哦，那将牙的话就都大同小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正殿的神像，主要中间就是我们一尊很巨大的泥塑的东岳大帝，然后前面呢就有两尊软身的哦，这两尊是软身的，很漂亮，比例也很美。好，这两尊呢，一尊就是人圣大帝，另外一尊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东岳殿比较常出门的代表，天衣真人啊。人圣大帝就是他前面呢就一样配哦，牛将军跟马将军，但这两尊呢跟你说的这两尊正殿的牛将军、马将军就不一样，这两尊就是人圣兽首，天衣真人前面呢就有两个童子。那为什么东岳殿会有天衣真人？其实东岳殿哦，它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在东岳殿呢，他们有后面呢，就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在办一些法事啊。这个法事呢，我们台南人哦俗称怕霞。那什么是怕霞？等一下我们去后面再慢慢介绍给大家听。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哦，有一个部分，哦，就是这野忏、药忏。那药忏，想当然要谁来做医这个行为，所以就会有天医真人哦。好，那我们进来到后面这边吼，那么先进来的就是咱地藏王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嘛，所以在宗教信仰上呢，地藏王菩萨也是在普度，就是地狱这些众好兄弟们、众祖先们的一个菩萨。那两边咱来看到十殿阎罗。十殿阎罗的概念哦，无论在道教跟佛教都有，哦啊，最主要的就是说在劝人向善啊，不要做坏事。你做的所有坏事都会有所记录，进入到阴间之后，到地狱，哦，接受每一殿的审判，就会有每一殿不一样的惩罚，哦，所以人的一生不要觉得说你在谁在世的时候没事就平安 pass， 花路看不到的，下面的会帮你记录起来哦。那我们在这边哦，可以听到很多叮叮当当啊，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念书文的一些状况。好，那等一下我再介绍这些所有的可以跟他们在做什么给大家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东岳殿的最后一殿就是咱的丰都大帝啊。哦，那相传丰都是个鬼城，哦啊，所以丰都大帝就是掌管鬼城的最高指导，哦，所以在当下等，因为伊家大部分做的工作就是比较相关于地府跟阴间的事情，所以你看他这边从一殿一殿过来，他的祭祀的神都跟阴干靠关系。第一殿的
东岳大帝又称天启仁圣大帝。为什么叫天启仁圣大帝？以我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说他在地府的地位与天是齐平的，所以是天者仁圣大帝。所以他就是整个掌管整个大阴间地区的最高首长。他后来才有各个不一样的部门来处理各样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们进来到这边吼，你们觉得阿力讲话就变得比较轻声细语一点，因为这边我们看到桌上有很多贡品啊，然后写谁谁谁先预定位置的，那这个东西就跟阿力要讲的后面的这些法事科仪是有相关的。好，啊，我们现在就再往前来看，两个这家科仪是安哪做的。那东岳殿呢，我们就讲到嘛，它主要的祭祀的方向就是比较属于管理阴间的事务，好，所以东岳殿呢，阿力以前常常笑称啊，台南吼的库钱啊，库钱的大宗吼，除了在殡仪馆，接下来就可能就是在东岳殿。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信众在这边念书文啊，放书文，甚至后面有在咒书。哦，这主要是什么？因为人都会这样，家里有一些变故，或者是有一些不顺，有很多种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祖先哪里不 OK， 或者是家里的先祖可能没钱啊，没钱了来特。哦，那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再来处理，就是要来东岳殿处理，这是一点哎。我以我们家亲身的经历来讲给大家听，我们家曾经也有来东岳殿处理过事情。那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阿公去世，然后就是修扣井跟幼儿场，那个时候没有做得很圆满，那导致家里的长辈们很多就是身体不顺啊，然后家运也比较不好，然后一查一问之下，就是那个时候事情没做好，那就可能。那时候就交代说要来东岳殿补做这些科仪啊，请法师哦来念书文，恳请东岳大帝做主，恳请地藏王菩萨做主，恳请丰都大帝做主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书文这些应该每一殿都要念，念完之后就开始做事。那他做事的流程呢？哦，他主要就是我们讲的拍下这个科仪。以前的老一辈都会说，拍下这个科仪主要在做什么？就是有一些人是枉死的，或者是年龄不到的，哦，病死的，或者是没有未嫁娶的，哦，这些人他死后需要去做一个拍亡死下打枉死城的这个科仪。那他主要的流程呢，咱俩表一边要写这数天，他就会很多法师在那一直做事，所以早上的东岳殿其实也蛮多人，蛮热闹的，你就一直听到叮叮叮叮叮叮，然后跟那嗷嗷嗷的声音，就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个科仪，所以咱别看麦。好，咱今嘛来到咱东岳殿那边，我阿丽讲话咧较大声小看，因为家的声较大声。那我们来后面看他这个拍声的工作，他主要的流程呢，就是爱心请声，请声。哦，请神做主嘛，哦，啊，所以有些人会从家里或是曾令的庙宇请神像来到这边坐住，哦，那请完神之后呢，就要开始落音，就是落地府啊，拍声通关，请王出声，哦，啊来，他开始做药草，所以你看他所有的过程，哦，都还蛮有趣的。有时候阿力很喜欢看人家怕响，因为怕响的流程哦，一个怕够的嘛，然后一个法师在那边做嘛，然后就是会有人去办那个够响的，然后法师就是要转化成哦，我是哪一个神明，然后我特意上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跟那个够王子城的那个小兵在那边对话，收买。有的没有的，那个过程很有趣。接下来，等把亡灵请出来之后呢，哦，大家开始经过跪求，哦啊，一挂流程了，开始做药草。啊，药草你也看着，哎，他们那边就有煮一个药壶，然后跟几颗鸡蛋，那个蛋上面就会写药方，
亡魂那个抓人请出来了，就爱吃药，真的是沾那个药给亡魂吃一吃，弄一弄。那做完之后，这个药符要打破，一定要讲个破哦。你现在代表你无病无痛，又没得药恶啊，所以有恶爱讲个破。这些蛋就是等同于把他的那些病痛都收走的。有参做了，阿来开始交代讲，吼、哦。有的人的关格啊，可以用心明，然后转达看祖先有什么话要讲或什么的，没有的话，这个请亡等于地府。哦，啊，有的是像阮阿公这样，佫有个补课，就是阿姨有迄阵有讲，哎，课钱爱收偌济，甚物爱收偌济，就补课。哦，所以那时候一下子流程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带大家来到台南很重要的信仰地区啊，当阿登。那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台南古地图，很有趣的是，你看东岳殿它上面写的是月地庙，但是你看古地图哦，很有趣，它上面的月不是写三月的月，它是写岳飞的岳，哦，也叫月地庙。那影片的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FB 跟 IG 帮我们追踪起来。那有兴趣跟阿力聊天的，欢迎加入官方的 LINE。那我们的香跟神像保养组一样，都在官方的商城都一直贩售中。虽然讲风浪，但是阿力也较底类些个，因为我家己做的，爱开一挂时间哦。阿力当然阿力做无用，但是有需要的，就是会当来我的官方商城看一下啊，买单台湾粉丝的搞问问一下。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李志良还 see you。